曾被骂民进党堕落，这一刻卓荣泰紧握林非凡的手，一点也不尴尬，欢迎他担任副秘书长。难道是希望收编年轻选票吗？不要幻想说我那个标签贴下去，那充实又不是那个湘西赶尸记，一贴到每个都动作一致。柯酸想想青年票可没那么容易，尤其月龄9万高薪，惹怒不少年轻人，痛骂民主不能当饭吃，当民进党副秘书长才有，还说不是为了钱，为了当西瓜也要进 DPP。 如果要赚钱，我不需要来到这个地方，也不需要做政治工作。不要摇贵给谁的，爱睡不给老皮醉啊，又怕这个受风寒，那讲这些话我觉得完全没有营养。月薪9万打趴一票应届毕业生，但民进党为了选举还是要跟林非凡挂在一起。民进党的愈合力是全台湾所有各个不同政党第一名最强的，我用妖怪形容，你今天把他手砍了，明天再长一只手出来，把他脑袋砍了，明天长一个脑袋出来。绿营愈合力超强，完全忘了林非凡骂过陈菊跟张志勋搞闭门会，对民进党非常失望，重批前瞻，呛民进党就继续堕落，劳基法修恶，也骂民进党已无民主，只剩党义。绿党工还向林非凡要道歉。我希望我过去所说的话，能够成为这个政党往下一个阶段去的养分。只是为蔡英文一个人服务的，所以你顶多只能够当蔡英文的排泄物，而不是养分。一毕业就能担任民进党第三把交椅，月领9万薪，不惜加入自己骂过的堕落党林非凡求官路，果然让一票年轻人追不到车尾灯。谢国祥、林佳媛台北报道。